周林林。太大了！哎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，哎，哎呀，走走走走走走。周林林，我想做你男朋友。我没想过这个事情，那就从现在开始想。你要在鱼里面想吗？玲玲，不着急，慢慢说。我没有什么要说的。你看见玲玲了吗？我送她回来的，她先上去了。谢你送玲玲回来，这种事儿以后我来做就可以了。我和他之间用不着你来谢。用不用我谢不是你说的算，日子还长，我们可以慢慢来。玲玲，你今天跟文涛打球打得怎么样？有情况，怎么了？不可说，不可破呀。朱莉，我问你个事儿。行，说吧，你和谁？啊，你和方予可？不是不是，那你和文涛？不是，那就是方予可。啊，发展到哪一步了？哦，接吻了。你怎么知道？你下意识摸嘴。玲玲，什么感觉？没感觉。
可能，你没感觉就不会来问我。玲玲，一个好的吻能让你感觉到周围全是他的气息，包括你的嘴巴还有鼻子里都是甜甜的味道。怎么样，感觉到了吗？朱莉，能闭嘴吗？弟弟，你怎么懂这么多呀？女神的事儿，稍打听。哎，老大，照片拍的怎么样？你下次别偷拍了。哎呀，哎，你看看这照片的构图，信不信看到不到位。老大之前怎么说来着？程序有 bug 就清楚 bug， 程序有定义就杀死病毒。太帅了，胜利的果实，咱要和天共同飞翔。发给你，发送。挑衅啊，赤裸裸的挑衅。都知道了。知道什么？你也别太伤心啊，亲一下没什么的。亲一下？你怎么知道？那天早上你起来了？早上？这不是晚上吗？他们到前面几次啊？涛哥，这有点超出我的学习范畴了，要不然我把林泽给你叫回来。他这偶像剧套路还是他比较熟。不用叫他回来了，让他在网球场等着，你们两个陪我打下去。打了吧，太费球了，也太费人了。再来，真的来不了了。涛哥，这也太有正事了吧？这什么时候了，还训练呢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涛哥这个套路已经越来越高级了，现在已经变成文艺电影了。怎么回事呢？就是当你难过的时候，你就去运动。你一运动呢，你的汗液流下来，你的眼泪就不会落下来了，懂吗？哎，方予可啊，方予可，男儿，你管他干嘛呢？做他的春秋大梦去吧。累死我了。哎，方予可。琳琳，我们着急上课呢，赶紧走。记得吃早餐。方予可，琳琳说谢谢你。哎，先是吻的猝不及防，之后又是爱心早餐。你是不是姐妹啊？是姐妹才要帮你助攻的呢，到底懂不懂？我不懂。你也别不懂装懂啊！我怎么可能不懂？
还有70天就要交期末作业了。画草图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，是我们设计的总体规划指南，也是后续进入工程阶段最基本的依据。感受不到吗？在这个过程中，我需要你们认真再认真，不仅要能够体现你们的设计思路想法，同时还要提前考虑到用户的使用体验。你这是已经在等用户反馈了吗？我马上画草图。周琳琳，你做到哪一步了？我开始绘制工程图了。很好啊，保持进度。哎，怎么好久没有看到文涛了？这么快就放弃了？他要比赛了，全队正封闭训练呢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在体育队大群啊。你们俩先回宿舍吧，我还有点事儿。行，好，拜拜。拜拜。方予可，你在等我？有些事儿想跟你说清楚，你跟我过来。我叫你，就是想跟你说一下那天的事情。我知道。你说吧。我就是接受不了好朋友突然说喜欢我，就挺难以描述的，感觉没法再做朋友了。你的意思是你答应我做你男朋友了？不是，我是说你那天说了那番话以后还亲了你。你别再强调了，我已经知道了，基本状况我们都已经了解了。我就是觉得我们关系刚缓和，你还是那个陪我长大的方予可，没想过我们的关系会突然变成这种状况，就挺猝不及防的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我们退回去，接着做朋友？又不是做游戏，怎么说退就退，说进就进啊？我是说，我需要一些时间来思考我们之间的关系。不管你的答案是什么，不论多久我都等。我还需要一些空间，我先走。这个时间出来在这还能找什么？他去南山市南明县的植物基地实习去了。那请问他什么时候能回来？啊，这个我就不知道了，你可以发微信给他呀。谢谢老师，还不知道你怎么称呼。我姓祝，单名一个公。啊？由于操作台损坏，学校决定翻修工作室，即日起至本学期期末工作室暂闭。什么情况？这么突然？没法在学校工作室做作业了吧？那时间这么紧，作业怎么办？只能出去租房了。我觉得可以，但是学校这地段，租房可是一笔大支出啊。
丽丽，你房租的怎么样了？都太贵了，要不咱们几个人合租吧，还便宜。我觉得住宿舍也挺好的呀。不会吵到别人吗？你们都搬出去住了，我吵谁呀？朱莉，你呢？房子是要租的，但是女生有自己的感情生活。如婷，要不要出去租房住啊？离学校近，租的也还方便。不用了，我已经做完了。做完了？图纸我已经交给工厂了，他们很快就会做完。明天我就要去植物基地找谢端西了。你这成本也太高了。哎，不是，你可以把钱给我，我慢做呀。啊，嗯。说晚了，下次我会优先考虑你们的。你去植物基地穿裙子不方便吧？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穿裙子不方便的地方。哭丧个脸，哎，这不设计室那个工作室不是要翻修吗？朱莉呀，哎，要租房啊，我们正在帮他看这个租赁信息呢。那是不是周玲玲也得出去找房子？对啊，他们这几个女生这几天一直在找房子，你不知道吗？要我说呀，朱莉这小姑娘太难伺候了啊，不是说这不好就是说那不好的，你说这，哎。这个价格对学生来说是有点贵。是啊，可是也没办法呀，他们必须搬出去住，要不然期末作业估计要泡汤了。看一下这个。太贵了。下面这个你看。这个。这他喵的更贵呀、啊！这个卡，这大，不贵呀、啊。您好，是中介吗？我在网上看到了你们发布的租房信息，想要了解一下。哎呦，小心小心小心！慢点。实在太重了，还好没磕坏。工作台重要还是我重要？工作台。我就回来半天，你还把我抓过来，就为了搬桌子和买植物出价权？你去植物基地了，那如婷呢？你别管我。不管你，你也别管我。拜拜，不送。你怎么不走啊？工地帮你办完吧。小心，小心手。慢点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，请问需要租房吗？南方大学周边单身公寓，现有特价房一套，租金800，附赠押一。小区叫什么名字呀？新月家园。800？如果您有兴趣的话，明天我可以带您来看房。新月家园才800一套？您是骗子吧？这，如果您有兴趣的话，我明天可以带您看房。明天不行，我们能现在就看吗？好的，具体地址我一会儿手机短信发给您啊，一会儿见。
方先生，周小姐现在过来看房子，已经出发了。这套房啊，是这个月的活动房，一般都是大家抢着要的。那您怎么有我联系方式啊？啊，我们中介都是资源共享的。就这套了，301。两位美女，看看吧。南北通透，地理位置，光线也好，工作台，哎，还真是嘿。屋子里的东西都是房东留下的，你运气很好。你确定这个房间一个月才800？是的，水电网费全包。我觉得这个房子呀，超级有问题。是吗？嗯。我能再看一下合同吗？好的。你这拿的哪是合同呀？这明显就是偶像剧女主角的剧本。不是凶宅吧？等等等等，我出去看看了。好，这边请。那边是一个花园，这边有个泳池。没事，这房子太好了，那柜子装修的严丝合缝。你说，那你叫什么呀？叫我惊叹也感叹，这房太妙了，太绝了，太棒了。要不就这套吧，玲玲，过了这村没这店了。但是你确定不是凶宅吗？什么凶宅？哎，你还大学生，你听听你说的话，和玲。哦，那确实没啥问题啊。嗯，这是馅饼，馅饼啊，你别说了。反正你要不要，我要了啊。你起别想啊，就这套了。稍后我会把电子锁的说明书给到您，您可以更改一下密码。嗯，谢谢。谢端西，我来了。你别动啊！你别动啊！我警告你，离我箱子远一点。别动啊！别动啊！别害怕，别害怕。我去帮你拿。哎，别动，我自己可以。
如婷，你没事吧，如婷？没事吧？哦，没事没事。谢丹西，那些化妆品都废了，扔了吧。你是怎么搞到这儿来的？这里的环境不适合我，我过来改造它。不准笑，是我很好笑吗？不，是你好笑。凶宅朱莉莉，莉莉，明天别忘了来看我夺冠。你在这儿能住习惯吗？当然可以，这除了偏远一点，比我想象中的好多了。有什么需要跟我说？需要你做我男朋友。我去帮你把衣服洗了。你这个……
那我……我一会儿再来。天才能到啊！我不会哭死在这儿吧？睡了吗？当然没有。这什么？吃的吗？这里的气候跟南山不太一样，风很大，所以当地人都用它来擦脸。这是来自男朋友的关心吗？晚安。还真不错，果然人美涂什么都行。搬出来住了呀？最近忙着写作业，自己搬出来住安静一些。那你先走吧。不是要去看文涛比赛吗？再不走来不及了。你也去看文涛比赛啊？啊，文涛也邀请了我。干嘛用自己当密码？因为 Z 是你名字首字母。
运动这一块我去占全能，真的我是。哎，那不是老大吗？哎你老大笑一个。哎干嘛呢？打扰他们俩干嘛？没事，你俩继续，我们路过。哎，咱一块儿走啊。啊没事，你继续，你们往哪儿走啊？朱莉。哎干啥去？你慢点。滑那么快干啥？完了。不让你拍照吗？你非拿手机给他拍。哎，别看了，在这儿呢啊！坐下吧。哎呀，这文涛啊，还是太爱出风头。我还是比较欣赏方予可。我告诉你，这场是展现男主魅力的高光时刻。哎呦！我倒是觉得对方选手很给力，文涛，选。哎呀哈！我告诉你，男主总会在这种时候力挽狂澜，知道吗？哎呦，谁呀？你说文涛是男主啊？我跟你说，他顶多算个男二。那，哎我操！现在请双方选手就位比赛。要开始了。嗯。9-0。Touch net. ¡30-0! 好，马上就打。今天的状态有点不太对劲儿啊。你懂什么？男主的比赛都是会有反转的，特别是这女主还在场，所以说男主接下来就会奋起反击。结束，场上比分3-2，腾科领先，中场休息。30-15，哎，这比分还能追上吗？刚赢了一球，激动什么？一球啊！文涛，加油！文涛，加油！加油！文涛，加油！文涛，加油！双方交换场地。第六局，文涛发球。9-0。帅！第二局比赛结束，场上比分2-0。文涛领先。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涛哥奋起反攻了。
最后一个关键球要来了，最后一个关键球，一定要赢。2-0，文涛胜。文涛，恭喜你获得全国高校网球青年赛的冠军。面对陈科这样的网坛老将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陈科是我可敬的对手，曾经他也是我前进的方向，如今能和他同场比赛也是我的骄傲。再次恭喜你夺冠。等一下，我还有一句话想对我最重要的人说。我曾经以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只有网球，直到我遇见你。我希望以后的每一场比赛都能有你为我加油，每一次荣耀都能与你一起分享，每一次胜利都能由你来见证。我喜欢你。我妈新给我买的白色，帅吗？你还没设密码呢。不知道设什么，简单的太好猜了，复杂的又记不住。我教你个办法吧，你可以把密码设成周的首字母。Z， 如果你想用数字当密码，也可以用这种图形思维。是不是容易记多了？那你的密码是啥 ？F 吗？不是。那你也姓周啊，周予可。天空划过一颗流星，这三个字说出口，你要静静听。静得好像耳语，却那样清晰，是我用尽余生凝结的诗句。如果月光真的能够吸引潮汐，是否我能回应爱情这个命题？该用什么去传递想念的声音？或许我该沉默待在原地，我在等风吻你，等你愿意，等下一个四季。无论南极还是北极，我都为你翻山越岭。我在等风吻你，等你愿意，等下一次相遇。这永不落幕的剧情，而我的一切有
欢你。如果月光真的能够吸引潮汐，是否我能回应爱情这个命题？该用什么去传递想念的声音？或许我该沉默待在原地，我在等风吻你。